真正想要交你数啊，陈董事长，多谢你。免客气啊，其实这所会啊，应该算是我跟你同意啊。替你用的原本跟你后生相认，而且还用的顺利进入永兴集团的酒店，诚心跟你祝福。也希望你以后啊，用的更加顺风顺水，步步高升。你真的是真有心。认真讲起来，我甲罗家算是有淡薄仔私人恩怨啦。啊，既然你是我万寿人的敌人，安尼在这个时阵啊，你嘛应算是甲我徛同边的朋友啊。其实应该是我去拜访担当处长，多谢你救命恩情。只是我最近真正想过无闲咧准备就任的代志，所以无时间去找你，希望你卖见怪。奇怪呢？我感觉今仔你对我特别客气，感觉像袂做咧应酬我。敢有？可能是我伫个公司讲话时阵快夜上。这次我为我亲身去买啊，以前我提来啊，规路安尼行过来，规身躯汗嘛，感觉嘴焦，刚方便甲你讨一下滚水啉啊。海神，确实是我的错。你看这矿泉水啊，吞过拿喉啊，感觉甜甜啊，这绝对比那咸咸的海水来润喉，加较爽快对无？哎，你叫甜甜呢？阮当然是咧提醒你，迄天伫海边啊，给你好起来代志啊。啊，你个哎，今日林小姐拄上林爱无闲啊，安尼我嘛袂等阮世界浪费咱两人的时间啊。我相信啊，以你的智慧，还佮你的才情，伊刚算完忠孝了后，你绝对有派人去查过我的过去，所以你应该嘛真清楚，我佮罗家几十年的恩怨是安怎来的。啊，不过你免烦恼啦，我讲我是一句话，我完全无需要你配合我做甚物代志，等时机若到，我自然会家己上我的主场。所以真正无需要表现到这尼啊明显来封闭我，啊那无我感觉了伤感情啊。陈董事长，你想想做，见罗董事长请我来永兴集团做管理顾问，那呢我就应该爱就事论事，看数字要给我成绩公布，这是我做代志的原则。过去是安尼，将来。嘛，袂为着甚物人来改变。嘛有影吼，啊！你即马甲罗家恩怨拢已经化解啊，当然嘛，甲我即个甲罗家淡薄恩怨人当作是冤仇人啊。这完全是两回事。陈董事长对我救命恩情，我绝对袂放袂起。我只是认为讲，伫个公司不应该甲我个人的代志提出来讨论。而且我嘛绝对无可能变做别人手头的刀。哎，你即马讲我咧白事啊！我是假用送花祝福这个名义，啊，实际上是要甲你讨救命恩情的。无需要误会，我完全啊，无要逼你来相信我。只是我们那是造成计划的股东啦，以后咱应该有真侪机会用来接受啊。日久见人心，我相信免外久，你等下看清楚我到底是甚么款的人。记者会还袂开始啊，已经有人先来了。陈董诶，你来啊！子谦来到丹东城做伊过来，敢是因为丹东城救过伊，所以伊就化对伊面去啊。若真正安尼，代志就歹处理啊。林小姐，顶届伫个宋林峰面头前不得已，甲你送入水，是真个啊。
但当初你有跟我解释过，你是为着要得到宋凌鸿的信任才安尼做。嘛是好佳哉，找的人是你，那我做是别人，我即马可能无机会开你的车。你有了解就好了。你一定是罗丹的行程管理顾问。你好，我就是林子倩。我知影你，你是光耀汽车总经理的弟子周正哲。我只是想要提醒你，你上好离你身躯边这老伙仔较远。你莫廖准讲有会啊，特别敬老尊贤。伊咧抢别人的财产的时阵哦，完全无咧管别人的死活。你还搁咧扣分损毁伊股票的代志？我完全无甲你骗呢，伊股票确实是涨啊真悬的。你是去予迄罗家峰甲你带衰去啊？因为伊伤过小贪，才不甲你上头空，所以你该怪伊，哪可能来怪我呢？莫伫遐讲到遮尔啊好听啦！明明是咧甲罗东的温暖，硬要团做歹死，这条线我是记条条。林小姐，你千万唔通叫这只老狐狸怪去。多谢你的提醒，啊，不过今日是用心的大日子，咱上好是用最好的心来参加，无欢喜的代志就莫阁讲啊。你看喏，好，这是当然。啊，闲啦，等等啊，这只大鸡啊，刚打几工啊，莫插伊，很济啊，坐坐坐。我来去讲过几落遍啦，卖话啦，讲袂春车吼，落西圣地，你讲歹下手，唔知影人想个那个单中心咁款呢？但你介合作个，拢想要甲拆一下落房，所以啊，为了卖会牵拖着，咱后来注意家己的行为，后摆再用看紧啦。廖董哎，你对我有偏见，甚至对我下手无好啊，我拢有当体谅。因为不管啊，你唔捌跟我合作过啊，你即马所听到对我无好的风评啊，拢是人伫咧外口挑拨去使弄的。但不要紧啊，等你正式跟我合作了，时间过来你就会知影，我并不是因讲迄款人。你是咩意思？是讲我耳根轻笑，人看唔见鬼看骨骨动啊？你是人还是鬼吼？我家己有目睭啦，我小友就知影啦。唉，坤哥啊，我知影不管我讲啥哦，你也是无相信担当的啊。不过不要紧，时间会用证明一切。等海水退啊，咱就知影相无清楚。啊，你拢到啊？恭喜啊！啊，你哪来？我是永兴关系企业未来的股东，永兴有喜事，我当然嘛爱来祝福。未来的股东什么意思啊？我来趁这个机会向大家宣布，阮精英集团决定要摕20亿来支援廖董的，帮助永兴跟宏图清理门户。真正啊！哎，多谢国庆爷出手相挺啦！我相信赵正基有灵感参加吼，绝对是每厝人福气啊！因为有子倩的关系，但是哦，拢是家己人，阿龙免这样客气啊！哎，人讲假规矩哦，来拜树头，让担当的替恁罗家还够灵感。解开18年的恩怨，你唔呐无共感恩，即马去联手想要共丢掉，哼！这团队哦，真正是用配团配烂。讲话较客气啦，莫哦，大家都讲歹听话，定食莫定价，你莫别记，即马老家甲林家什么关系？人伊是亲人呢。用一个共同的孙和这罗志汉，这你嘛知影啊？你想看卖？你即摆哪家的？你是唯一一个无血缘的外人呢？迄伫个生理场上，这款状况是上歹的。
是到因老家林家两个人手把你的女孙吃掉，你不后悔就不后悔啊！哎，你林党的啊，唔哪个老家是亲戚，伊到廖党的嘛是兄弟啊。你无看伊讲要投资20亿啊，目睭掺泥嘛无泥者，这种义气真正是我感觉足佩服的。那是讲我较奉献的是啊，你到廖党的感情好啊，未输亲兄弟啊，敢是因为你拢捌爱过同一个查某啊？你即卖是输未起欺负云霄，含着无辜查某人来看到你个，我要考考你，即句话稍等，不准对比划无礼貌。反正呢，林小姐，我唔是挑拨你，我尊重你妈妈。子倩，那是是你的用心做事。千万唔通因为陈忠信救过你一命，你就完全相信。你应该无认我这个老爸，啊，不过你爱怎样安怎保护你家己？我今日向永兴集团管理顾问身份来参加记者会，我当然爱徛在公司里头看代志。恁大家纠纷讲到安怎做，嘛甲公司里无关，一切就照合约走。阿尤安那讲，我就安那做。哈哈哈！哈，有听到无？含家己的查某囝都无要消停啦。啊，这款人是要安那出来跟人做大事业？是不是？这查甫人含家庭都顾袂好势，佮想要跟人出来做造镇计划？啊，是囡仔你塞大车哟！我咧拼事业，处理医美集团，你还佮咧鸡仔头佮人咧相拍？我是性地好，不是无脾气。那我要甲你安怎创空，你安怎死的拢唔知。哇！喂，领导的喊咧去批评大将的呢，那看起来真正有宋连峰甲你气到甜甜的款哦。对啊，前面18年啊，最近才算开天眼。老吴，我有你这宋玲珑当作家里养啊，你啊人68年，真正是了然。你个好意思讲，你阿大阮啊，真正是鸡鸭长脚多。你想要报复？竟然哦，用迄卑鄙的手段下毒，想要让阮林家赔个破产。偏偏有人哦，最高人算计啊，帮助凶手脱罪。想要借这条人情啊，成立去永兴造镇计划，结果呢，颠倒给阮林家解破，真正是千算万算，唔大家天一位啊！这个小贪两家人啦，老朽人哦，不管什么代志，拢想要掺一卡，这边啊，趁着铁棒啊，等等，歹势吼，咱就照子倩拄仔讲的。公事公办啦，还不要跟他签了，哪哪行？一开始我就破病啊，告诉我一个月来，我拢中了20亿，你就要退出造镇计划。即马我请你哦，甲帮我看看呢。上级阮甲老党英雄所见略同啊，阮即马已经成立英雄者联盟啊。哎，我是想要甲你讲啊，讲了真正逼着哦，我那跳过墙呢。你就爱说你啦，反正这是罗家甲林家因两家银票啊，先得到你的信任，甲我排除掉，然后这20亿啊，无就到位，就甲你踢出你这个造镇计划。茫袂记的呢，一开始也是永兴集团要争取，想要甲你收掉的哦。你卖点卖西人啦，非得这局吼，你稳输的啦，你认命啦。